我是澳洲注册音乐治疗师麦姑娘 Melody。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三个 tips， 在家长参与亲子音乐治疗，无论是个人定或小组都好，怎样可以辅助小朋友更多去参与音乐治疗呢？第一个 tips， 想大家可以停一停，等一等，给一些空间小朋友，给他可以了解和知道治疗师的指令，可以作出回应。以下来呢有个示范，请大家看一看当中示范究竟发生什么事呢。第二个 tips， 想各位家长可以留心聆听治疗师的指令。治疗师通常都会很仔细地邀请家长怎样去协助小朋友。第三个 tips， 家长其实可以问问治疗师究竟怎样可以更多参与在小组里面呢？相信这三个 tips 给家长，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怎样可以更多是帮助小朋友，是达至治疗的目标。我们下次再讲，拜拜。